在你身上，要有点年纪他不一样的。这位妈妈，然后才发现到以前他们好像。宝贝成长家园今天上午举办了第六届毕业典礼，欢送三位即将毕业进入国小的毕业学童。彰化县长王惠美、义电社会福利基金会张云家区长洪鸿琪、彰化服务中心主任赖玲珍、社会处长王兰心以及学员家长们等贵宾莅临现场，给予毕业生鼓励与祝福。王惠美表示，这个很不一样的毕业典礼，展现南非天使的学习成果，也送给这一路上辛苦的家长及小朋友们最珍贵的美好回忆。参加了很多的毕业典礼，那我想这一场毕业典礼是最温馨的。我想这边首先要谢谢我们老师们，那这段时间来的用心跟努力。那处长有讲，我们这次会三个毕业，他就衔接到国小去。另外有三个小朋友也会衔接到我们的幼儿园进去，园区觉得有一点困难，但是呢，经过老师们专业的训练，孩子们的成长，大家是有目共睹。是不是接大家掌声？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，辛苦他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呢，这个从家园到现在已经迈入第七年了，那这六年呢，我们呢总共也媒合了32位孩子，他们呢到国小到幼稚园去哦，那这个让他们呢提早啊生活，让他更加的这个能够呢这个正常化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也为了服务更多的一个这个家庭哦，所以我们在下个阶段，在今年度应该会在我们已经确定在我们北斗，我们会再设立另外一个早疗的这个这个学习员哦，让孩子能够及早发现，那及早来治疗，那他的这个成长就不会错失掉我们的黄金治疗的一个期间哦。处长带领的团队，谢谢我们这个医电所带领的所有的老师。彰化人彰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